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古巨基的世界巡演《我们》深圳首站以 3D 裸眼特效和歌迷见面，古巨基的父母和岳父岳母统统到场。古巨基更在太太不知情的情况下大晒两人自1995年的恋爱时的合影，再对照2014年的结婚照，见证两人感情，记载幽默口述与爱惜相识相恋的过程，让现场笑声不断。你还记得我为什么同一张口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，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古巨基的世界巡演《我们》深圳首站以 3D 裸眼特效和歌迷见面，古巨基的父母和岳父岳母统统到场。古巨基更在太太不知情的情况下大晒两人自1995年的恋爱时的合影，再对照2014年的结婚照，见证两人感情，记载幽默口述与爱惜相识相恋的过程，让现场笑声不断。你还记得我为什么同一张口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，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